Hello， 大家，有小偷，我又来做饭喽。今天吃鸡胸。小猫吃肉粒，勾勾吃一整块，这一块大概是200克。今天的红肉是嫩牛肩，它自己叫嫩牛肩的，不是我说它嫩的。里面的血水倒给小猫喝，其实它不是血水，是肌红蛋白，含有丰富的铁元素。今天化冻太过了，就没有办法分开两条切了，看着好舒适耶。上一顿剩的鸡脖是粗的那一头，给小猫剪小一点，偷偷拿走去称，偷偷放回来，假装直接分配。剩的一小节和一个鸭翅给勾勾塞牙缝。今天做洞洞剩的淮山，给小狗做个姜黄山药泥，姜黄跟黑胡椒搞里头，它俩搭配一起才更好吸收哟。翻拌一下，邀请一名顾客试吃新品，其实是怕姜黄太多他们不爱吃，我就再加点酸奶进去，反馈很好。豌豆苗，整碎一点比较好吸收。青萝卜，姜姜姜，看我的大作，蘑菇，樱桃萝卜。奶酪球，虽然这盒有3个，但还是不给小猫吃了。猪柳蛋太会讨饭了，我老是忍不住给它吃，再吃真的是增肥餐了。但是我又不想只给刘养家吃，我们是公平之家，还是下次一起吃吧。刚刚做好的姜黄山药泥，浅浅创作一下。小饼干，今天做洞洞的时候直接给他们吃了肝脏泥，就没有脱模环节了。今天他俩骨骼都不够，再加个兔排。肠胃草药，美味饭粉制作完成。